不去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两小朋友一直盯着我看，于是邀请他们等会过来体验汉服。真的来了。又来一个排队体验的小朋友。怎样画一个完美鞋红，顺着圆形盖子边缘画一下就好了。我以为队排成这样不会再有人加入了，是我太天真。领了姐妹团一起来体验。走不了了，再徒手画个花店。旁边排队的姐妹团开始研究汉服宣传单，一旁等待的小朋友一脸的羡慕。中秀花线川流，问何为愁，离人心上秋。我沾上色描清秋，画中你最难勾。指导一下伸展动作。他们在玩了冰，你看。继续拍美照。往事梦中绣，花线川流。问何为愁，离人心上秋。我沾上色描清秋，画中你最难勾。